在下杨过。Hello， 大家好，朱春露喺澳门啊，周街神雕大侠。神雕大俠可以去看社區門診的，當局就說快速抗原檢測和核酸結果陽性的人士需先透過預約平台做自我評估，如果評估為需要預約感染者社區門診的輕症感染者，就可以預約去看醫生了。可能北區人口超稠密，比較多陽過，所以北區某些的社區門診通常是多人的，要等幾個小時才可以見到醫生。但聽講啊，部分見過醫生的居民都有以下的體會喎，唔知你有冇咧？病啊，傷風咳嗽你就唔好揾我啦。Cancer 我知，我又唔識醫，情況嚴重嘅我呢度唔掂嘅。如果情況一般嘅，咪翻去瞓覺飲杯滾水就冇事啦。多謝曬阿叔嘅生動演繹，呢種情景係咪似曾相識呢？部分市民啊，睇完啊，感觉系有啲落差，有啲失望嘅，就系咁咯，开啲必利痛翻翻屋企，仲等咗几个钟，但系好过上山顶急诊啦，上面要等八个钟，同埋重点系攞到几粒退烧药啦。不过咧，大家都要关心屋企人，尤其系长者嘅身体状况，长者同小朋友，尤其系三岁以下嗰啲，如果中咗，一定要睇医生吓。唔識預約，其實就可以唔使預約去社區門診攞籌輪候睇醫生就 OK 噶啦。好，呢一集啊少一個，如果大家想支持我掃片尾截圖二維碼，感謝你哋嘅支持啊！